事让白总生气了。你来了，找我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太闲了。白总偷偷把我的客户全部交给 Cindy， 难怪他手忙脚乱。他和你比，确实是没法比，差得很远。可是你，我也指望不上啊。你马上就是苏太太了。白总，你在这件事上有误会。我是不是苏太太结不结婚跟我的工作无关，我的一切工作可以照常。这是苏总的意思吗？是我的意思。是吗？据我了解，苏家的家风很严啊，对你难道破例了？设计师不是我的爱好，我把它当我的事业看，所以我不会放弃的。如果 Cindy 做的案子让白总不满意，不妨让我试试。那几个老客户很了解他们的喜好。嗯，也好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我知道很不容易，但是您做到了，白总。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很可爱的儿子，还有这么好的事业。您是我想拥有这一切的榜样。